助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存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众存，皈依僧伽，注众众存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存。皈依大摩，利欲众存；皈依僧伽，注众众存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。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存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众存；皈依僧伽，注众众存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27页，1027页啊。我们从第一行看起，啊，这一面第一行看起，其人。指身边地之人，啊，经文就在1026页的前面第一句，啊，智慧不明者。愚痴无知也，这一句看起来好像很容易，实际上含义很深。我们都是属于愚痴无知啊，哪些人是有智慧的人，是有智的人，一接触他就相信啊，他真信，他不是假信，这个人是有智慧，他不愚痴，很少，找到哪里去找啊，偶尔遇到，不多，不是常常遇到，真的是偶尔遇到，真正难得。我们见到了，要生惭愧，要回过头来向他学习。为什么？他能信，我不能信。这个问题，佛有解答。佛在经里面说过，听到这个法门就能相信，没有疑惑。这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一次到人间来又遇到了，遇到佛法，遇到净宗，
遇到无量寿险啊，很难得的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这个汇集本底下有说到，所以他能相信啊。那我们遇到有怀疑，还经过很长时间学习经教才回过头来，真相信不容易啊。啊，智慧不明，知经复少，与大乘经典所知不多。我们现在学习的这部经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他的注解也是汇集的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参考了83种经论，110多种古大德的著述，老居士知经不少啊！啊，不是所知不多，不少啊！心开意解，为我们写出这一部注解，我们读了这部注解，就等于读了这100多种经论跟古大德的教诲。所以应当是心开意解，这才是正确的啊。那我们依然是心不开解，这就是我们烦恼习气太重了，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太多，不但白天他起现行，晚上睡觉他会做梦，梦从哪里来的？也从这儿来的。如果心地清净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个人很少做梦，他的睡眠好，真的得到休息，做梦没得到休息。啊，身与意都还在动啊，这不难懂。啊，下面说，佛疑虑重重，对于经教，可以说有很重的怀疑。所以，他没有发喜。如果不怀疑，完全接受，依教奉行，法喜充满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
啊，他的欢喜跟五欲六尘没有关系，得的是佛陀的教训，佛陀的加持。啊，但是这些人前面讲的，他还信因果，啊，他用一种怀疑的心，我来试试看，如果是真的，往生极乐世界多好啊！啊，是假的，那就算了，不必计较了。这样的心态也能往生，那就是僧道真理所说的边地一尘。我们这个世界500年后花开见佛，才能在极乐世界得到真正的享受，法乐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修行。佛慈悲到极处啊，确确实实全心全力照顾苦难众生，只要我们能信，啊，纵然不能信，也肯发心来读一读，读一读，生遍地，生遍地等于生极乐世界，只是花开的晚一点。极乐世界无量寿，佛无量寿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无量寿，遍地财神的也是无量寿，啊，无量寿耽误500年不算很长的时间，难得。下面这一段化身因缘，啊，太深的因缘说过了，这化身若有众生明心佛智，乃至甚至断除疑惑，这是因。啊，因是明心佛智，对佛没有丝毫疑惑，良心，我对他敬仰，我相信他的话，他不会欺骗我。经上所说，佛有5种智慧，我们丝毫不怀疑。啊，断除疑惑，这经文上，若有众生明信佛智，乃至甚至，这5个都包括在里头。断除疑惑，啊，具足信心，往生之人，即信佛智。接着下面，他也信自己的善根，啊，信其善根，做出功德，至心回向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
一心即善根，外目诸圣，内众即邻，作诸功德，智行回向。这是化身因，有因一定有果。佛在经中告诉十方超脱一切众生，包括我们在内，佛的五种智慧显现了，起作用了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这个智慧的能是自信本自具足，不是学来的。只要见性，它就起作用。我们自己不知道，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了，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，只知道自己业障很重，把自己智慧断了，通通障碍住了，不能像佛那么自在。不但自己受用啊，而且能够帮助一切还在迷惑颠倒的众生，为这些众生讲经说法，劝导大家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我们现在总算对于这桩事情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。最重要的关键，你认识了，你接不接受？你愿不愿意啊？往生，愿不愿意亲近阿弥陀佛？阿弥陀佛非常受人尊重，不但人尊重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尊重的。啊，经上称他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我们学佛在佛中之王找到了，你欢不欢喜？兴不兴奋？太难得了，绝不是生生世世有这个缘分，所以得到之后啊，要真心，要恳切求生，不能把这次机会错过，佛就欢喜了。啊，我们看这段经文，从果上说的，介于七宝化中，
自然化身，家夫而坐。啊，家夫是盘腿。须臾之前，身相光明，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。这是我们求的。你看身相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智慧功德全是自信本自具足，不是外来的。只要你心地清净，自然就现前。我们心不清净啊，这是障碍啊，不能不知道。用什么方法清净？用念佛的方法。那为什么用念佛的方法？不念佛，他就生烦恼。啊，起心动念，他止不住。前念灭了，后念就生。念头里头，佛说有三大类：一种善念，第二种恶念，第三种叫无记。无记说不上善恶，它就是起念头。这个念头，业障。啊，我们用一句佛号把它换过来，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放下，用一念代替一切的念头啊，善恶无记，从早到晚无量无边的念头，一句佛号取而代之，这个佛号功德就大了。大在什么地方？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念老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简单，说得好，借于佛前莲花化身啊，这就是莲花在七宝池里面开了，你就见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啊，听经闻法，智慧光明，智慧功德成就。居是居处，没有一样欠缺，像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大菩萨啊，花开见佛是见报身佛，在极乐世界修行一段时间，时间长短个人不同，更新力的时间短很快，更新钝一点，时间长一点。啊，总而言之，
都是见了法身，啊，见了报身，啊，十报庄严土啊。功德圆满了，回归到常寂光土。啊，常寂光土就是法性啊，法身，真身，法身，能现，能变，整个宇宙，万事万物，都是化身。所生所现，真真实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这一句话里头最重要的要能理解，要能记住，包括我们在内，包括一切众生在内，啊，有十方三世，十方是东南西北，四维上下，这时候讲的是空间；三世讲的是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我们每个人。现在是在人道啊，在这个地球上，将来必定成佛。为什么？你心里头知道有阿弥陀佛，知道有十方诸佛，只要阿赖耶识的有这个种子，你总有一天会深信不疑，你总有一天会往生极乐世界。今生不能往生，来生后世会遇到缘，因为阿赖耶识的有种子，阿弥陀佛的种子，哎，这个种子还不少，你天天念佛就天天在播种啊，所以决定有一天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，这一生不能是，还有来生，还有后世。当然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要抓紧，我这一生就去，我不要我等来生，非去不可，要下这个勇猛决心啊，靠定了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有愿四十八愿加持我们，我们在临终时候他一定来接引。经文上句句都要紧啊，啊，下面这一段皆是疑惑所致啊，这总结前面的经文啊，其太深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，不知菩萨法事，不得修习功德，无因奉事无量寿佛。这是把怀疑的人他的状况说出来了啊，后面告诉我们，当知此人俗世之事
无有智慧，疑惑所知。疑惑这么严重，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啊，害得自己真往生极乐世界了。在七宝池莲花当中，花就不开啊，不像其他的人，佛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，放在莲花池里面，花就开了，他就见佛，花开见佛无生啊，无生是什么？不生不灭，一切法整个宇宙没有生灭的现象，无生法忍。现象不能说它生，不现象不能说它灭。为什么会现象？遇到缘就现象，现象的时候自己知道。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的人生，在这个世界生活了不少年，幻象啊，想想过去，想想前几天，想想未来，生灭不见了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真的我们没见到，见到就好了啊，真的是什么？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发生了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。发生是一体，所以慢慢慢慢咱念经都多了，你就不会忘记了啊！什么整个宇宙上根诸佛如来，下根卧道众生一体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啊！相有相是幻象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无相，无相也有相，什么相？一片光明，大乘教里的称大光明藏，净土宗称为常寂光，这是真的，这就是自己。学佛的人，终极的目标回归常寂光，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回归常寂光。
有缘现身。什么缘呢？遇到众生有缘啊，众生怎么样？迷了，长极光里头佛现现身，现什么样的身？没有一定，因缘而已。殊胜的缘，法身菩萨啊，那现什么身？现佛身，现法身佛，现报身佛，度他们。要现同样的身，遇到我们现前的众生，跟他有缘，我们在人道，他就现人身。释迦牟尼佛现人身，夏莲居老居士现人身，黄念祖老居士现人身啊，为什么要跟我们说法，要来度化我们？随类现身啊，我们喜欢什么样子，他就现什么样子。啊，他现身，我们跟他在一起，好像是一样，其实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呢？我们着相，我们把这个相当真，他们不着相。现象而不着相，这个差别很大。他们做到了啊，不但他们，菩萨如是，阿罗汉也如是啊。阿罗汉见思烦恼都断了啊，见有五大类，身见、以为这个身是我，凡夫有啊，六道凡夫统统有身见、边界，边界是对立啊，我你他对立了。我不是你，你不是我，他不是我，我也不是他，对立了，不知道是一体。这叫偏见。再有一个，见取见，戒取戒，啊，戒取戒是因，见取见是果。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在因果轮回当中啊，就是这两种见解。最后一种叫邪见，不属于上面四种错误的看法，叫邪见。我们看错了，看错了就执着，就分别。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他不分别，他不执着啊。谁看清楚了？小乘初果就看清楚了，五种见惑他就放下了。
啊，还有五种私货：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这个是起心动念，错误的，迷而不觉。觉悟怎么样？觉悟，贪嗔痴慢疑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不是真的，放下了，不去理会它了。好啊，这个重要啊，断疑生信，这个信是智慧啊，疑障碍了智慧，智慧是本有的，自性本有，只要疑断掉了，智慧就现前。贪假的，嗔恚也是假的，愚痴、傲慢、怀疑，我们冷静的观察，谁没有？再回头想想自己有没有？有，通通去除。这叫六道反复啊！小乘只断见思啊，五种错误的知见放下了，五种错误的思想，贪嗔痴慢疑是思想，放下了。超越六道轮回，但是没有超越十法界啊，必须要把见思烦恼断干净，尘沙烦恼开始断，尘沙是比喻多，就是见思以外所有的烦恼习气，如尘沙一样，无量无边的。所以，先我想定，为什么定不下来？就是他在干扰。更深一层的无明烦恼，无明是痴，见思烦恼的痴，痴的根本啊，阿罗汉之断之末，根本他不知道，大乘菩萨知道，要断根本，根本断了就见性了。明心见性，转八识成四智。我们前面这一段讲念过啊，转前五识。为尘所所知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，转第七摩那识为平等性之，转第八阿赖耶识为大圆净之。这就是菩萨的五种智慧。实在讲，这五种是烦恼，是习气，是障碍，放弃了，不要它了，智慧就现前。所以前面讲的五种智，是我们每一个人自性里头
本次居住。只要你肯放下，它就现前。放下是障碍呀，我们对障碍念念不忘，有一念忘就好办了。一念忘什么？一念觉，一念觉下面是念念觉，就成佛成菩萨了。啊，这个第一念很难，要下狠心，勇猛心，不再受他干扰，那就对了。注解里头，幕后这一句话，是以断疑生信，至为切要。这两句话太好了。我们今天用功，用功干，学用这功，怎么样叫我不疑了？不怀疑了，完全相信了。方法有，你要肯真干，那就是读书、广学多闻。广学多闻要有人指导，如果没有善知识指导，你会走岔路，会走弯路。啊，真正高人知道，你不走弯路，啊，如果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这个要有恒心，要有毅力，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，绝不放松，你会有成就。啊，修行一定要记住，在哪里修？真修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。修什么？修看破放下，知道六尘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六根也是假的，六根也要放下，这就是菩萨了。世间大圣大贤能放下六尘，财色名食睡，他不能放下六根了，啊，六根是什么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还有个意。六根，真会用功，眼见色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心怎么样？如如不动，
没有动摇过。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所说的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没有想到真如本性，也就像真心，真心没有动过，没有摇晃过，如如不动，这什么？这叫禅定。所以禅定是真心，要定到什么时候？定到一念不生了，外面清清楚楚，智慧自信般若智慧现前，回归到自信，自信本定，自信本自具足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才艺，不是从外求来的，从内求来的。佛在经上说的，我们要相信啊。依照经典修行，就是读遍书，遍书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？如如不动。读遍书是修定的，你不读遍书，你心里头妄想起心动念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这不是假的。我们把它换成一秒钟，一秒钟可以弹指7次，32亿8000再乘7，一秒钟多少次生灭？2240兆，单位是兆，不是万，不是亿，是兆。一秒钟啊，我们怎么知道是假的？这什么现象？我们六根对的六尘现象，六尘如是，六根也如是，所见如是，能见的也如是，所闻如是，能闻也如是。这个话只有佛说过，佛清清楚楚，我们是迷迷糊糊。眼看错了，耳听错了，把这些错误当真，亏吃大了。什么亏？这种错误的知见行为变现出六道轮回。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世界，我们所遭遇的环境，如是如是啊。佛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我们听了别怀疑，要断疑，要相信。
这是无论修哪个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功夫得力不得业，关键之所在，就这四个字：断习生信。说得很容易，真的很难啊！啊，这一生学佛六十年了，这些经典经文句子很熟悉了啊，看了不止百遍千遍了。事实上怎么样呢？还是有戏。还是不能真心，半信半疑，功夫怎么能得力？如果真的断一生信呢，那我恭喜你，你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保险了，为什么不退转了？不再继续搞轮回了。升到极乐世界，你超越六道轮回。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。啊，释迦佛的娑婆世界有，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纵然造过去。现前造了六道的业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这个果报，这都难得。所以幕后念老告诉我们，又名经文，总名极乐胎生化身因果之相，把这个现象讲清楚讲明白了。往生极乐世界两种，一种到极乐世界化开见佛啊，上上品往生，上中品也是化开见佛啊，上品众生，上品下生啊，中品上生要过几天，时间很短，凡圣同居时间比较长一点啊，也不会很长，比边地短，边地是时间最长啊，最长的，我们地球上五百年，啊，极乐世界不讲时间，它没有时间概念，也没有空间，心想事成，我希望同学抓准这个机缘，绝不放松。要把这桩事情作为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来办，读经念佛啊，这一部经一千遍，一千遍之后其义自见，肯定你有悟处，你明白的，你讲给大家听听。在第二个一千遍，第三个一千遍，无师自通了。恭喜你啊！无师自通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